你不能被一个女宿所迷惑呀，何况他还是个未成年，就给你活成这样。我堂哥他成年了。还犟嘴，以后少跟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交流，把心思放在工作上，行不行？屁孩，我给你摆见识啊！哎哎哎，真有！我去我去，你是干什么你？松开松开，干嘛呀你啊？小帅啊，这月工资变腰了。哎，腾哥，我人都不在。老公，你别怕啊，他要是再敢欺负你，看我咬不死他。嗯，你咋不开心呢？你这个月交房租。对不起，我给你想想办法吧。你别跟着我比啥都强，你知道吗？不行，那不行。